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本期 Costco 的折扣快报，而且我们发现每年一月份 Costco 的折扣往往力度都很大，而且折扣的商品种类也是很多。今天就先为大家整理出一些。Orbi 电动牙刷两件套原价99.99元，本期减30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这款牙刷算是 Costco 电动款里面非常经济实惠的一款了，里面除了有两个电动牙刷之外，还有三个刷头以及两个便携的旅行套，自带360度压力感应器，如果刷牙太用力，那么牙床产生过多压力时它就会受到提醒。并且这款还是 Orbi 独有的圆形牙刷头，可以有效清洁到每一个牙齿，要比一般的手动牙刷要清洁更多的牙菌斑。并且本期 Costco 折扣也有配套的牙刷头进行折扣，原价49.99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时间同样到1月23日。 T3 负离子吹风机原价99.99元，本期减30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除了戴森之外，我推荐的那么就是这个品牌了，而且它是一款超轻的吹风机，而且还是一款负离子的吹风机，它有三档温度设置和两档风速的调节设置。它吹风的时候可以使头发显得更有光泽健康，店里目前只有白色，不过在 Costco 的官网上还有粉色和黑色。除此之外， T3 的恒温负离子电拉直发器也在折扣，原价69.99元，本期减20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夹一次它就可以抚平碎发，柔顺秀发，有5种加热的设置，并且能够防止过热或者是过度的造型。它加热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它不伤头发。还有一款可以百变造型的露华浓蓬蓬梳也在折扣，原价44.99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它集吹风与卷发棒为一体，并且它可以快速的干燥定型，还能减少热损伤，懒人必备的神器。它不仅可以打理塌发、卷发、内扣、外扣等，真的可谓是懒人或者是手残党的救星了。Rita 滤水壶原价29.99元，本期减9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如果家里没有饮水机的朋友，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款。此款净化器可以去除来自自来水中影响口感并且产生异味的物质，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减少自来水中的有害矿物质。滤水壶里面包含了两个滤水芯，用这款滤水壶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效的环保，减少塑料杯子的产生。它配套的滤水芯现在也在折扣，一组10支装，原价37.99元，本期减9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每一支滤水芯建议2到3个月更换一次。既然我们已经选择用了健康的方式用了滤水壶，那么换滤水芯就不要吝啬哦。科克兰咖啡胶囊120个装，此款是重度烘焙的咖啡胶囊，原价34.99元，本期减6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此款自有品牌咖啡有3种不同的口味选择，红色盒子是有机的深度烘焙，口感会更加的苦烈，黄盒为中度的烘焙，蓝盒为有机早餐的综合轻度烘焙豆，3种均有折扣，而且3种的咖啡胶囊均为100%阿拉比卡咖啡豆制成。这款有机的苹果干也打折了，原价9.89元，本期减3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我自己觉得这一款非常的好吃，原料为有机的苹果制成，选用优质的红富士品种，口感酸甜，不添加糖，不添加防腐剂，而且不含脂肪，不含胆固醇。此款苹果干是烘焙非油炸的，香脆口感，吃起来真的停不下来。这是保鲜盒3个装，11.99元。此款保鲜盒比一般的保鲜盒要更厚实一些，容量为 4QD， 很适合装一些大量的蔬菜或者是热汤，并且它瓶底的外部印有易于阅读的刻度，便于库存一目了然。卡扣式的盖子可以与保鲜盒紧密的贴合，又可以轻松的取下来，并且它可以用于洗碗机清洗。如果在 Costco 里发现价签的右上角带星星的标志，那么指着清仓断货的意思，如果想要购买的话一定要尽快哦。这款记忆棉凝胶床垫现在也打折了，小号和大号均有折扣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记忆棉床垫慢回弹，温感减压制成，非常的舒适而且很透气，它可以自然的贴合身体的曲线，让身体在自然有利于的进入了深度的睡眠。这款不仅具有清凉效果，还有良好的能量吸收性，硬度属于中等。这款除尘单现在也折扣了，1箱28个装，原价是6.29元，本期减3.6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有了它真的是做家务方便了很多，它可以轻松的达到平时很难触碰到的空间，吸附走灰尘，里面还带有一个手柄，还有28个除尘单头，无需清洗，更换除尘单头就可以使用。
这一款是生酮海盐焦糖雪糕12个装，11.99元。这款的口感和正常雪糕几乎无差别，不过它无麸质，不含大豆，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，总含糖量为1克，使用的是 MCT 油，只含2克的净碳水，非常适合生酮饮食者以及想控制热量馋嘴的朋友。克兰橄榄油2升装是4.99元。此款冷冻初榨橄榄油是经过头道压榨工序后的成品，天然酸度不超过0.8%。此款优势在于它是100%的初榨橄榄油，由意大利产的橄榄制成，并且初榨橄榄油的优势在于里面有很多有益于人体的植物化学物质，入口润滑不腻，油的颜色呈金黄透绿色，浓度较高，也比较适合生吃。本期牛排调料也打折了，原价6.39元，本期减2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相较于上一次的折扣，这次的折扣力度稍稍大了一些。这款牛排调料不含味精，无麸质，不含人工添加剂，是天然原料，含黑胡椒、红辣椒、大蒜、洋葱等，丰富了牛排调料的味道，非常适合用于牛排、汉堡、猪肉，甚至是鱼都很百搭，非常适合厨房小白使用哦。这是一款牛油果油真蛋黄酱32盎司装，8.99元。它为非转基因，无人工的添加剂，不含大豆和油菜籽，无麸质。成分栏里的第一位就是牛油果油。牛油果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助于心脏健康以及改善胆固醇，并且还有利于眼睛的健康。这款里面含有海盐，不含碳水，不含糖，生酮饮食者也是可以放心食用的。温馨提示一下，一旦开封后必须要冷藏保存哦。Kinder 照烧酱30盎司装现在也打折了，原价4.99元，本期减1.5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此款是有机的照烧酱，成分第一位为水，依次是糖、酱油、醋、盐、淀粉，还有一些人工的防腐剂。照烧酱的口味是酸甜，因为有姜和蒜在里面，所以酸甜口味中加了还一点辣味。如果喜欢吃日式料理的朋友，比如做照烧鸡腿、照烧三文鱼，那么就不用自己再动手做调料了，有了这一款酱料就可以非常简单容易的做出自己喜欢的料理。这是福爵正常版的速溶咖啡粉1磅装，原价8.29元，本期减2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它是正常烘焙，100%的纯咖啡制成，口感很浓，醇香。只要把速溶咖啡粉倒入热水或者是牛奶中，就即可以饮用了。一大瓶大约可冲240杯左右，经济又划算。拉瓦萨意大利产的意式浓缩咖啡豆1000克装，现在也打折了，原价12.99元，本期减3.5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3日。这是意大利销售冠军的咖啡品牌，它一直走的都是平民的路线，针对家庭消费的多。此款是100%阿拉比卡豆制成，属于中低的烘焙，也是意式浓缩咖啡的典范，口感非常符合意式浓缩咖啡的口味，酸苦度均衡，喝过之后有酒一样的浓重的醇香，小小的一杯让你回味无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，本一期参与折扣的商品有很多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陆续的为大家播报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，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在洛杉矶，下一期再见。